有点打击。好了，起头去。金爷，吃点。铃铃铃，小情侣。老公给我安排了一道中秋写真，美丽的嫦娥即将闪亮登场喽！快给我贴双眼皮贴吗？小姐，你的早餐。谢谢你。吃饭，吃饭，还挺好吃的。嗨！过来吧。一般的柔雾质地，丝滑不厚重，上嘴零触感，黄皮也能驾驭的红棕色，很适合秋冬。妙质感姐妹爱数了，谁懂这个裸杏色，日常又不普通，好高级，谁不想当松弛感大美女。我都上两个色了，纯纹愣是一点没显，保湿力绝了。这个裸调玫瑰，我最近真的好爱这种温柔文静的感觉，床都变干净了。加加，开始旋转跳跃，漂亮，它那个白感觉。Damn， 吃饭吃饭，真好。饭来了，吃饭吧啊。
这口红可以吗？身这样都没咋掉。阿斗，不行。给我累散架一下子就吸收了一瓶精华，三管齐下。咱就是得把钱花在看老刀脸上，感觉脸蛋子紧致了，又亮又嫩，蓬蓬弹弹的。真的想太多了，简直拯救了安德法令纹，这是咱清晰的下颌